我们现在又去亚洲大陆上去打比赛，你还去亚国打比赛？亚洲我要去打 NBA。近啊，近啊，那个不怕。看我，家长们也开始重视去培养小孩子各方面的那个发展，对，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就一味的学习的。其实，把身体锻炼好也是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13岁以下、16岁以下没有，就看就大学 ，CUBA、CUBA、NBL、CBA。我说那孩子呢？我说孩子。我们的筹备呢，刚开始啊比较困难一些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要找到吃的地方、住的地方，还有邀请一些队伍过来。后面问了一下周边的训练班。你要懂得压位，突破的多，有抢不了三分。我们也是第一次搞嘛，所以就比较困难一些。想让小孩在成长的路上有一点经历啊，这样子一个情况。毕竟我们都是打篮球的，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。这些比赛的经验的话呢，是对小孩子成长是相对比较重要。练篮球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从夜校、省队到专业队，然后真的是，感觉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都越来越厉害了。我之前刚看我爸爸打篮球，在那个我们村里面的那个队打，就觉得很好，很酷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也想就喜欢去打篮球，是打篮球6年了。只要你喜欢篮球，和谁打都是一样的，没关系。都有点餐单吗？刺猬篮球，刺猬篮球，等你来战。刺猬篮球，等你来战。Hérisson Basketball vous souhaite la bienvenue。刺猬篮球，圆周，等你来战。